咸阳，西部现代小城，2000年前的大秦帝都。汉初，当思想家贾谊写下旷世巨著《过秦论》时，这座辉煌一时的国都已化作层层焦土。但在他的眼里，他们不仅是废墟，更是历史的纪念碑。前227年，勇士荆轲虽然以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六国和即将统一的秦国之间的一次传奇对抗，但他的壮举却激发了接连不断的刺秦行动。尤其是荆轲刺秦后，一位音乐奇才也加入到反秦的行列，并以血肉之躯赢得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名叫高渐离。一位音乐家竟然会对抗强秦，这是怎样的刻骨仇恨？箸就是今天筝的原型，是高渐离记录心情的工具，也是与荆轲友情的见证。但与荆轲不同，高渐离是地道的燕国人，因此当亡国之恨、家破之仇、知己之伤一一袭来时，高渐离脑海里闪现出两个字：复仇。只是该从何开始呢？2200年后，高渐离的疑问也成为现代考古工作者探索咸阳宫的起点。当时来说，应该把它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或者比较相对来说认为比较长期的一项考古工作来进行开展的。所以说，不是单单一个考古队建立一个考古工作站。刺秦故事中有一个显著疑点。据记载，行动计划周密，可谁知即将登殿时，同去的秦舞阳却突然瘫倒。秦舞阳在燕国13岁便已杀人成名，他难道是被秦宫吓倒的吗？今天河北易县还依稀可见燕国都城之一燕下都的模样。燕下都遗址高耸的城墙内保留着燕国的宫殿遗迹，在相距约6公里的南北中轴线上，一路排列着舞阳台、望景台、招贤台、驿馆4座巨大建筑的夯土台基。其中最大的舞阳台高11米，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10米，广台基就约合现在的4层楼高。宽广的台基上至今还清晰可见上殿的层层台阶。舞阳台是当年燕王处理政务的主殿。遗址出土的文物也相当震惊，双龙饕餮纹半瓦当高18厘米，直径35厘米，是普通瓦当的3倍。宫门发现的铜扶手门环高74.5厘米，高达近1米，重22公斤。如果燕国宫殿都是如此的雄壮奢华，能将秦舞阳吓倒的秦咸阳宫又该是如何的可怕呢？秦孝公是秦历史上的一代雄主，
他从迁都咸阳起翻开历史新的篇章。公元前350年，秦第三十代国君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决定迁都咸阳。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在建筑上也得到体现。今天人们知道西周代表性宫殿建筑在陕西岐山县周公庙旁的凤雏村，典型的四合院式建筑建于高约 1.3 米的夯土台基上，显得稳重平和。但是进入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高台建筑开始盛行。后世的西汉政治家萧何曾一语道破建筑的天机：非壮丽，无以重威。在战事频仍的年代，统治者为了强化王权的至高无上，宫殿越修越高，越修越大。公元前535年的楚国离宫章华台被称为天下第一台，据说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因此又称三修台。但是在秦迁都前的旧都雍城，考古人员却没有发现明显的高台建筑遗迹。宫城所在的台基只有1到1.5米高，那么秦舞阳所到的咸阳宫殿何以会令人惊恐呢？选择咸阳作为未来的国都，是秦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咸阳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同时处于关中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最重要的是，咸阳所在的关中地区雄居黄河中游，地势西高东低，可以形成对黄河下游各诸侯国的居高临下之势，统治地位优越。选择咸阳透露出的是秦王的雄心和抱负。东周百年群雄并起，谁都想吞并诸侯，但谁都没有旗帜鲜明地将统一天下作为基本国策。西周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真正敢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只有秦人。从咸阳起，秦的建筑自然走向高台建筑风格，它的壮大和伟岸开始载入史册，伴随的是秦人统一六国的漫长战火的燃烧。2000年后，当考古人员试图通过咸阳宫来探寻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时，发现咸阳宫的薄和大一开始就让考古工作陷入困境。汉书中说，秦起咸阳，西至雍，离宫300。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到，咸阳宫城是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而《史记》中记载，咸阳之旁200里内，宫观270。试想一下，秦时的200里换算为今天为83.5公里，现今咸阳市东西最宽处也只有106公里。如果咸阳宫的范围真有如此之广，考古勘探还怎么进行呢？故宫现存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古代建筑之一，面积0.73平方公里。普通人从南到北走完这座巨大的宫殿，至少需要半天时间。但考古实践证实，中国历代宫城规模呈日渐缩小的趋势。清故宫是0.73平方公里，唐大明宫是3.3平方公里，
而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则分别为4.6和6.6平方公里。秦咸阳宫会有多大，令人难以想象。咸阳2000年前成为帝都的历史，依然让这里古意盎然。只是承载这段辉煌的咸阳宫殿又在哪里呢？经过数日搜寻无果后，最终考古人员决定仍以荆轲刺秦为突破口。荆轲呢，是以这个燕国的一个特使，燕国是和战国七雄嘛，是七雄之一，他作为特使代表国家去的，接见外国的使节呀，就跟现在一样，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代表国家层次的，一个是对对方的尊重，一个显示自己。因此我想这个活动一定是在一个当时国家的首都的主要宫殿里头。这是大家想起西周以来中国古代宫殿一直遵循的一条建筑规律，正殿需建筑在中轴线上。北京故宫、天坛、西安的大雁塔都是主建筑坐落于城区或院落的中轴线。即使秦咸阳宫再浩瀚，也不应该脱离自己的时代。因此，如果能找到城墙范围，就能确定秦舞阳倒下的咸阳宫正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在咸阳城东北的姚店镇长陵车站发现了水井、管道、陶器、瓦片等秦国器物。其中的一个陶胚上面刻有咸曲里善，这不仅表明它产于名为善的街区，也表明该街区是咸阳领地。随后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铜罩板、秦官员头像、楚国陈元金币等文物。因此长陵车站所在地在秦国除了是手工作坊区外，还是一个热闹市井。但令考古人员疑惑的是，自西周以来中国都城的布局还有一条前朝后秦、前朝后世的礼制规范。按照这样的要求，咸阳宫殿区应该在长陵车站以南，靠近渭河，这可能吗？咸阳地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南部是渭河平原，地势平坦，中部黄土台原，地势开始抬高，直到北部的高原丘陵。引人注意的是，中部的黄土台原作为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顶部平坦阔大，四周高耸陡峭，原上原下有100多米的落差。长陵车站就位于台原最下一层。试想，当秦舞阳从易水南下抵达渭河，是驰行渭河登上秦宫，还是一路仰望着百米之上目不所及的层层大殿时，会达到恐惧的顶点呢？秦王在宫殿的建造上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效果，还是会屈从旧制呢？秦始皇嬴政继承先祖遗志，横扫六国，创立了空前绝后的伟业。西周大禹鼎记录了西周开创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分封制，即将疆土分给他人代为管理。分封制实施近千年后，遭遇秦国空前挑战。秦与六国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统一与分封的理念之争，
秦灭六国，势如破竹，120年中剿灭兵卒高达100万。秦对废除分封制的坚决，从嬴政灭燕的过程也可以看出。秦王的暴怒，当然可想而知，即使肢解荆轲，也无以泄恨。嬴政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灭赵后，他曾下令坑杀所有当年与他有怨的赵国人。荆轲几乎成功的刺杀，对他简直是奇耻大辱。《史记》记载，嬴政派军一路追杀燕王和燕太子，直至辽东。最后，燕王认为这都是由于太子是刺秦的主谋，于是亲手杀了儿子，将人头奉上以求自保，只是仍落得赶尽杀绝的命运，空留千古遗憾。嬴政还派人清除所有与荆轲关系密切的门客和朋友，高渐离也在其中。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逃亡、流离、苟活的过程中，高渐离心中的悲悯与仇恨越积越深。然而，这还不是六国惨状的终结。据司马迁记载，秦王每破一国，还将其代表宫殿仿造在咸阳原上，分布于自己宫殿周围，并且将从六国掳掠来的美女钟鼓安置其中。当嬴政将六国宫殿一一搬到咸阳，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炫耀和气魄，但对灭国者来说却是无尽的屈辱和愤恨了。因此，秦人一定会打破常规，在地势更高的原上打造宫殿。大规模考古工作在长宁车站以北的区域展开，原上耸立的巨大土堆也成为关注目标。他们会是咸阳宫殿的夯土台基吗？答案逐渐清晰。1974年春，考古人员首先在聂家沟、姬家道沟发现北西南三面城墙遗迹，之后刘家沟的东墙断续引线，这样一个面积约51万平方米的城区大致形成。牛羊沟基本处在城区中轴线上，这使大家看到希望。黄土台原上沟壑横陈，但大都宽阔平整。奇怪的是，牛羊沟沟道狭窄，仿佛人工开凿。果然，队员们在沟道中发现战国瓦片，并在沟道两端的崖壁上还出现结构相同的下水管道。这意味着什么？在牛羊沟西侧是有一个夯土堆积的，那么是否横跨牛羊沟上方的东侧也存在一座与西侧对称的同体建筑呢？而且它恰好位于刚发现的宫城中轴线上，这不就是秦舞阳倒下的咸阳宫正殿吗？考古人员异常兴奋。发掘马上展开，很快夯土台基的中央发现了都柱的残迹。都柱大约是74年底，可能我记得就在那个我们清理到最上头那间房子叫 F1， F 是房子，到中间突然这个地面没了，变个圆洞。圆洞往下一看，圆洞里都是灰。什么灰呢？木炭灰，就是柱子烧的，底下好像是块石头，那一盘蛋就知道这是柱子。都柱
是秦汉时期宫殿和衙木正中唯一一根用来支撑屋顶的擎天柱。今天天坛祈年殿正中有四根高达 19.2 米的龙井柱，它们就是支撑起这座高度38米的大殿的擎天柱。很兴奋，那看这柱子可以看它体量，建筑体量。这根都柱直径有68厘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粗的都柱。根据柱子直径和西周常用的屋盖坡度，可以推算出屋顶高度至少17米，相当于今天五层楼的高度。比祈年殿早1500年，只用一根柱子支撑的秦朝宫殿就能达到如此高度，不禁令人赞叹。整个建筑复原后是一座占地5400平米、横跨浏阳沟两层结构的曲尺型建筑，与人们熟悉的古代建筑，例如故宫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中部高耸、距地 4.9 米的夯土台基，这是当时典型的高台建筑风格。其中在距地 0.96 米高度上的是第一层宫室，它们围绕在台基周围，而在 4.9 米的台基之上便是由都柱支撑的宫殿主体第二层宫室。然而整体看来，这座第一次比较完整复原出的咸阳宫殿不像大家心目中巍然屹立的大朝正殿，却更像一座楼廊环绕、飘逸秀气的宫观。事实竟是这样，难道它不是秦舞阳所上咸阳宫正殿吗？发现都柱的居室是整个宫殿面积最大的，因为主殿地面涂朱红色，与中国历代帝王宫殿地面一致，推断为秦王使用。从门道上残留的壁画和出土的环钉判断，墙壁上应该张挂着锦绣帷帐，作为整个宫殿装饰最华丽的地方，这里被推断为秦王宴乐享乐之地。相邻的三室内有取暖的壁炉，视野开阔，推测为秦王临幸休息之所。一室西侧有一排房屋，其中第五室内残存暖炉和大地漏，此为宫中最大地漏，推测为秦王的浴室。而下层南排有五间40平米左右、墙面有彩绘的房间，似为妇女居住的卧室。相邻八室内有暖炉和排水地漏，地铺方砖，应为盥洗沐浴之处。八室还出土了陶仿轮，似为宫中妇女消遣之物。这一层应是秦王后宫佳丽生活起居之地。原来浏阳沟宫殿竟很可能是秦王的后宫。公元前224年，秦宫大殿笼罩在沉闷之中。这一年，秦王遇到了统一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楚国。战国时流行一句话：“横城则秦地，纵城则楚王。”楚国与秦国实力相当，秦国举60万大军攻打楚国，战事长达一年而不绝，咸阳城的压抑和紧张可想而知。楚国的顽强抗秦，仿佛给六国移民的命运也带来转机。高渐离一直活动在燕赵边境，
因为这里有众多志同道合、慷慨悲歌的燕赵移民。秦王嬴政一生多次遇刺，但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刺客全都来自六国。荆轲刺秦后，六国移民又做了多方面刺秦的准备，包括制备武器、绘制咸阳宫地图、研究管道布局等等。但咸阳宫的繁复庞杂、深不可测，确实是他们无法预料的。对这种体会感同身受的，莫过于发现一号宫的考古人员。一号宫中发现了纷繁多样的诸如漏斗、五角形下水管道、滤水器等各式管道，最大的管道直径达59厘米，与现在通用的100厘米的下水管道相差不多。可是他们如何在宫殿中布局，至今仍是难解之谜。我举个例子啊，你说那冠希石，冠希石旁边搁着个窖，那冷藏那窖就是冰箱啊，那到底怎么分割的？那冷藏石那东西，那冠希石是肯定是干什么的？水气大，是吧？那水大就潮了，怎么处理这东西？还有他那个那地方搁了一个壁炉，我们知道保持恒温，这么见加温怎么办？就是去那采暖工程怎么设计的里头不清楚。牛羊沟宫殿，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一号宫，并非秦舞阳面秦的秦宫正殿。这种推测也得到碳十四的实验检测。一号宫年代最终确定约在公元前340年。原来这座包含有8座宫殿、总面积51万平方米的宫城，正是秦迁都咸阳后最初的咸阳宫城。遗憾的是，除了一号宫外，其他宫殿由于破坏严重，很难确知当时的模样和功能。但处于中轴线的一号宫已沦为后宫别院，其他宫殿的命运就更有待考证了。秦始皇建立的是一番空前绝后的事业，他的威名远播天下。公元前223年，楚国国都沦陷。2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诞生。安邑下关钟是1966年在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梁器，它本身并无特色，但其上所刻的文字和标记却生动地记录了秦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这件器物腹部刻有安邑下关钟几字，安邑是魏国城市，因此它最早应该造于魏。但是它的腹部还刻有27字铭文，并且这些铭文从内容到铭刻方式与另一件韩国荥阳发现的荥阳上官敏完全一样，因此很可能安邑下关钟在魏国与韩国的战争中被掠夺到韩国，又校正了容量。铭文写道，10年9月，韩国名叫程和迪的官员将容量校正为增大了大半斗加1亿，即今天的1300多毫升。最后校正的是秦人，这应该是秦统一的结果。这件梁器颈部有一条横杠，刻有2个秦国小篆字迹至此，其上标明了13斗一升。
安逸下关中仿佛一部秦人统一天下的活历史。建国后，嬴政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创立皇帝名号，统一诸侯国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他用中央集权的统治，确立了对帝国的掌控。但安逸下关中同时也是六国命运的写照。统一之前，面对强秦，六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统一之后就更加只能任由摆布了。按照史书记载，秦始皇首先雷厉风行地收缴天下兵器，筑城铜人，立于咸阳，然后又将诸侯国的豪强富户12万人迁徙到自己周围监视居住，彻底断绝六国死灰复燃的可能。尤其荆轲几年前的那次未遂刺杀，始终令秦始皇耿耿于怀。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从咸阳宫发出命令，绞杀燕太子和荆轲的门客。高渐离再一次仓皇出逃，秦始皇对六国遗患的斩草除根，是秦与诸侯的仇恨之火，再不可能熄灭。然而，当复仇者如星火般一点一点逼近咸阳宫时，2000年后的咸阳原上的考古工作者却越发陷入困境。他们不但无法找到当年荆轲刺秦的朝宫正殿，连搜索的范围都无法确定了。秦都咸阳也是如此，它就是一个。从秦人来讲，他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他不愿意做一个外国城来把它限制住。所以秦都咸阳它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从秦孝公迁到咸阳，后来的惠文王是扩建咸阳，到庄襄王、昭襄王这些人，包括秦始皇，后来一直在把秦都咸阳往大里做。故宫是由一组组宫殿群和外城墙构成的宫城，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都城的布局。宫城即外郭城，今天燕国国都就发现了4座城门和高达6-7米的外郭城墙。可是迄今为止，考古人员只在咸阳找到初建式的咸阳宫，却始终找不到外郭城。是否在这座宫城的周围还有其他宫城？都城咸阳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建国初期，秦始皇就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建设计划。据统计，当时同期兴建的重大工程多达6-7项，包括长城、陵渠、驰道、直道、秦始皇陵、咸阳宫城等。其中有一项工程尤其引人关注，那就是集庙，秦宗庙的修建。为什么一座宗庙的修建受到瞩目？这需要比较春秋以来秦宗庙地位的变化。雍城是秦迁都咸阳之前294年的国都，今天陕西宝鸡凤翔县已发现它的遗迹。古语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先秦之前，政治体系都以血缘关系维持，在秦迁都咸阳前的旧都雍城，城区中轴线上是马家庄遗址，它西为宫殿建筑群，东是宗庙建筑群，宗庙与朝政宫殿平起平坐，鲜明反映了这一点。
但此时秦始皇不仅将宗庙移出宫城，且迁到渭河以南，这无疑是他抛弃血缘政治纽带，不断加强个人集权野心的暴露。秦始皇不知道建筑可以加固皇权，但皇权帝制也刺激了欲望的膨胀，更积聚着越来越多的怨恨。越到帝国时代以后，到秦始皇开始越注重，他有郡县制啊，他注重我政治上利用叫地缘政治，就凡是和我政治观点一样的支持我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我亲属，我都要用你。因此他就抬高了皇权的地位。抬高皇权怎么表现呢？要通过宫殿，突出了宫殿就降低了宗庙啊。因此我就说这个他那个举动正好是一个时代，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从王权到皇权一个政治变化的一个反应。宋子位于今天河北石家庄附近，原是赵国的一个边陲小镇。灭亡六国的过程中，大城市如邯郸被秦军屠戮，这里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燕赵移民。史记记载，逃亡途中的高渐离隐姓埋名，在宋子的一家酒馆做了酒保。酒馆人声繁杂，老板时常请人演奏助兴，高渐离听毕，偶尔议论几句，结果引人侧目，纷纷请他记住。建立的这一曲充满燕赵之地的慷慨悲歌之情，渗透的是六国故民的血泪和屈辱。史记笔法颇多传奇色彩，却缺乏细节。但显然高渐离明知曲终人散后身份就会暴露，可十年来他处心积虑为复仇准备，却离咸阳宫越来越远，他只有不计代价做以了结。高渐离一曲成名，被召入宫，故国亲人朋友的召唤仿佛在耳边响起，高渐离终于走进了日思夜想的咸阳宫。就在此时，即公元前212年，秦王朝又一项重大工程鄂旁宫启动。而2200年后的2002年，考古队搜寻咸阳宫的脚步也踏入这里。当时去的时候想把这阿房宫弄出来，因为写的那么大，中国第一宫啊，要说阿房宫是真是中国第一宫，那多大啊，实际上写的包括后来文人的形容的啊，到那去一坐着，我们当时还想这么大怎么做呀，就是无处下口啊。史记中说，秦始皇修建鄂旁宫的原因是觉得咸阳人口众多，先王宫殿狭小，于是在渭河南岸造鄂旁宫前殿为未来的朝宫。其实在秦始皇眼里，建设中的鄂旁宫已不仅是秦新的政治核心，它是秦始皇对都城咸阳的完整规划。秦始皇希望在距鄂旁宫20公里的终南山上修建门阙，作为咸阳南大门，然后二者之间架起隔道，一个空中走廊将北渡渭水与咸阳宫城连接。咸阳宫象征天地居住的紫微宫，渭水好比银河，天地可以从天极及极庙出来，经过隔道横渡天河而达于紫微宫鄂旁宫。
原来这是一座按天象规划的都城。最终考古人员确认，鄂旁宫前殿夯土基址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最高处达12米，总面积55万平方米，是之前发现的咸阳一号宫的100倍，比世界上现今最大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如果鄂旁宫建成，那将是令人窒息的景象。光是那夯土地基就没有地面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放心，就放开了，从这里一点辐射出去，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全是一样子。鄂旁宫竟然是半拉子工程，这同样使人震惊。秦始皇自称帝以来从未中断过工程建造，难道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修建鄂旁宫前，秦朝堂之上就有一场关于统一和分封的激烈辩论。秦建立近10年，两种理念的争论却从没有停止。武力可以征服6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是未必能征服人心。这一次秦始皇再次沿用暴力手段，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焚书。焚书实际上也是他进行这个文化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要进行思想上的统一。焚书事件标志着秦与6国难以消除的对立，焚书的后果也将根基不牢的帝国大厦推向倾覆的边缘。大殿之上，高渐离在给嬴政弹唱演奏，虽然几乎能感觉到秦始皇的呼吸，但眼前却已一片黑暗。进宫后不久，高渐离便被人认出，也许是太喜欢高渐离的音乐，嬴政并没有杀他，只是熏瞎了他的双眼。司马迁专门强调是熏瞎而不是刺瞎，据说是因为秦始皇担心刺痛感会使人心智发生变化而影响演奏水平。击打得格外投入，嬴政也仿佛受到感染。高渐离的刺杀只是秦百年中遭遇的绵延不绝的反秦浪潮中的一幕，从万众敬仰的音乐家到苟且偷生的逃犯，从故国亲人消逝到知己被残杀，高渐离的经历也许是很多6国移民的命运缩影。司马迁用相当笔墨歌颂了高渐离的大义悲壮，在他的笔下，反秦浪潮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蓄势待发。高渐离的以命相拼，让秦始皇变得多疑和孤独，他只有在无边的咸阳宫能感到安全。咸阳宫城究竟有多大？1989年，考古人员在距咸阳市6公里的古沙河桥上发现了2座秦代桥梁遗迹。
其中比较完整的一号桥长度300米，宽22米，已发掘出的16排112根木桩，直径至少40厘米。枯燥的数字似乎无法说明问题，但只需比较今天的南京长江大桥，它宽15米，可并行4辆大型汽车，加上两侧各2米宽的人行道，不过19米。而2000多年前的古沙河桥，只是秦帝国通往上林苑中几座离宫的普通桥梁，就宽达22米。桥末端河道内还有7件 U 型长槽的铁制铸件，每件重约2到3吨。桥南还发现长达116厘米、重达32.5公斤的装饰性铜构件。如此庞大的装饰附件，让人已无法想象桥本身究竟有多大。就是天下从陆地到海洋都在我这里头，它不是建都城，是建一个国家的模型在里头。这些理念其实秦始皇都开创了。今天结合史书专家认为，帝都咸阳很可能压根儿没有城墙。它的大致布局为一号宫所在是初建时的咸阳宫城，其他主要宫殿还包括兰池宫、望夷宫、吉庙等。实际这是一个大型闭合圈，它西起塔儿坡，经咸阳园东北行，至泾渭交汇处，折向南过渭河，斜穿东北角吉庙和西北郊一系列宫殿，整个范围以咸阳为中心，离宫上百，直径80余公里。如果这样一个区域全部算作咸阳都城，它已是汉长安城的上百倍。我是认为它如果有一个外国城，它是以自然的这一种地形作为外国城，就是整个关东地区都是它的都城，然后它把南边的秦岭、西边的陇山、北边的北部山系和东边的萧山黄河就作为它的外部的城墙。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是胡说的，实际上在秦在关东地区修了300多个离宫别馆，而且这些离宫别馆之间都是用各种道路把它连接起来，浮道、甬道、各道，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都城圈。这大概只有秦人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然而秦的覆灭与雄起同样令人震惊。短暂的帝国史，思想家归因于苛政。公元前206年，仅仅建立14年的秦帝国灭亡，只是刘邦和项羽都进入咸阳，反应却截然不同。刘邦眼中的咸阳宫是什么样，没有记载，史书只是透露萧何找不到刘邦了，不知道是刘邦在咸阳宫中迷路，还是萧何迷了路。总之他们几乎什么动作也没有，就悄然离开了。而项羽看到了什么，史书同样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猜测，当刘邦透过咸阳宫思量着当了皇帝竟能拥有如此不可想象的功臣时，项羽双眼充斥的也许只有家仇国恨，因此他一把大火荡平咸阳宫。但事实证明刘邦胜利了。当帝王制度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时，项羽的六国心态最终失败。今天当站在咸阳宫高高的夯土台基上去追昔第一帝国的背影时，
我们不禁感慨，没有秦始皇，就没有统一的中国，也就没有博大恢宏的咸阳宫。2000年来，荆轲、高渐离、刘邦、贾谊，无数人见证了咸阳宫的荣辱与兴衰。他们都曾记得，当秦舞阳以颤抖之躯抬头仰望目不所及的秦宫大殿时，那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始。一座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巨塔却生逢乱世，一位一生推崇佛教的女人却毒杀了亲生儿子，巨塔的命运和它背后的王朝究竟写下过怎样的传奇？敬请收看纪录片《消逝的建筑之通天之塔》。